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是11月24号，礼拜二，感恩节又更近了。美国的疾控中心还有这个各界的这个医生都在告诉大家，感恩节避免聚会，避免去旅行，大家都尽量的注意安全。但是呢，很多的家长还有通过民调显示出来，大家还是要很希望能够 take the risk。也就是说，知道有风险，但是也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去和我们的家人要去团聚。所以呢，这周一定会还是有很多的人去坐飞机，然后回到各个地方。我们在东部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长，他是从纽约来，他已经和家人回到了纽约，然后还跟我联络这个当中，纽约他回到纽约，还去纽约的这个华人区域法拉盛那些地方去吃海底捞。我说你吃海底捞是在户外吗？因为我的想法就是说，如果在加州，我们现在最多的也就是在户外搭个棚子，在那儿可以在那儿吃，不可能说是坐进去吃的。但是他说他在纽约，就是反正进到餐馆，海底捞就检测下温度，他们就在那儿吃饭了。然后他跟我说那边也一切正常，大家还是正常的生活，没有说是特别的处于这种紧张的状态。那这段时间也和不同的家庭沟通，有中国人家庭，有这种巴西籍的、印度裔的，还有这个美国的这种，还有墨西哥裔的，就各个家庭都有沟通。他们也在讲，就是说一个是很担心，但是大家好像但是其他的生活还是很正常，该去超市去超市，而且出去吃对于他们来说也很正常，只要是能够户外有遮挡，他们就 OK 了。所以呢，如果真的想让美国和美国人能够用亚洲或者其他国家的一些方法来进行这种封闭或者来管制，真的不太现实的。而且拜登上台以后还有这段时间，肯定第一是要做的就是要严格的控制所有人出去都要戴口罩。这点我觉得美国人都应该很能理解，很能主动的去做。但是你要比如说重新关闭餐馆，重新关闭商业，关闭什么公园，关闭什么，好像已经做不到了。现在的人该打篮球打篮球，踢足球踢足球，该散步散步，骑单车出来到处走一走，现在大家已经还是形成了这样的习惯，不太可能再让大家真的是哪儿也不去，不太可能的。那不管怎么样，这个感恩节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个这种安全的状态下度过啊，也可以跟自己家人朋友能够聚聚。那关于这个经济纾困的这个方案呢，反正这个参议院已经开始度假了，他们也得度假。那他们下礼拜一回到参议院，那回来以后他们可能暂时不会马上把这个经济刺激方案先来谈，因为先要谈的是下一轮的政府的这个财政的这个预算，他们政府的一个运作的一个费用，那个应该说是相对比较好通过，但是从这点来说，他们不会马上把重心移到这个经济刺激方案上，所以呢，有些州他就开始要做自己的事情了。新墨西哥州 New Mexico 他就也正在讨论，要看能不能用自己的财政给他们新墨西哥州的这个州里面的居民每人发12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政府不来给我纾困，反正我没办法了。我这里遇到很多困难，我先来自己纾困。那特朗普呢，他今天还有昨天都不断的在推特上都有表示，就是说他同意了，授权了，就是拜登的这种叫做这个 transition， 就是要去接管这个白宫要做的所有的这个准备活动，准备的事情可以和白宫来对接了。那就是正式上拜登这个团队可以在拿到白宫还有联邦的很多的这种资源呢，包括了他还可以拿到630万美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设置的一个费用，他要设置人员，重新安排各个方面，要了解美国的各种的机密的信息，所有的一套就可以开始进行了。那他当这个推特出来以后，这两天的这个股市，特别今天这个道琼斯已经突破了30000点了，就是历史大关的。那大家都非常的振奋，就说啊，你虽然没有，特朗普还是没有承认他这个选举失败啊，他还是没有承认。那但是呢，从这点来说，他已经开始慢慢的去接受现在这个现实了。
那所以呢，从投资界各个方面，特别股市，今天是大震啊，所以的话，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拜登也说，也自己也发了推特，就是然后美国要回来了，也就是说，意思就是可能潜台词，新的秩序、稳定的秩序就将要回来了啊。那特朗普的这个支持者呢，有66%，这个一个民调吧，不知道是否是真实或者有多少人啊？他们有66%的特朗普的支持者是非常希望特朗普来2024年重新来竞选的，重新来竞选这个总统。那我们接着再讲这个参议院的一些事情吧。佩洛西，他说了他的说辞就是说我还是希望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花费，我需要的就是3.4万亿，这是我的开始的起价。那最低最低不能低过2.2万亿，就是说我的3.4万亿是起价，也许它可以往下走点，那但是呢，2.2万亿是我最低的底线了。然后他也写信给这个他的民主党的党员，也告诉他们，我们一定要团结一心，共和党一定会在某一个时间段他们要妥协的，我们最终是可以赢得这次的这个谈判的。那但是很多这种重量级的这种参议院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党员，像比如说像 Chris Coons，他就表达了我个人是接受这个2.2万亿以下的这个一些 offer 或者一些条件的。那这个 Senator Hoyer，然后他也是说，我现在只希望能够尽快达成一个协议，而不是说双方之间还在为这个价码。现在美国需要帮助啊，还有这个 Senator King，他就说。2.2万亿以下，或者是在2.2万亿，这是比较合理的、合情合理的。那这些参议员，他们都是在这段时间还有休假的时候，他们就站出来说他们的观点。然后呢，共和党的这个大佬 Mitch McConnell 他就坚持就是5000亿，这是不多不少了。5000亿这已经足够了，而且是可以点对点的先扶植吧，先扶植或者帮助某一些人或某一些公司企业。那 Senator Lindsey Graham，他的个人希望就是他想要高一点，他是共和党啊，他想要更高一些的这种，比5000亿要更高的。那还有这个 Republican 的 Senator Susan Collins，他也觉得就是他也希望这个经济纾困是能够高过5000亿的。那这里就问题来了，有不同的这个民主党、共和党的议员都有各种的声音。那为什么这个谈判还无法进行下去，还没有任何的这种一个结果呢？那到底是这些政治家，就这些 senator 还有这些国会议员他们的问题呢，还是就是那两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大佬的问题？这到底是谁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可以想，也可以觉得，我也觉得就是可以来问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啊。那在12月8号的时候，那应该就是所有的州都要把这个总统选举的这个计票，都要这个官方的就是认可了。不管你是认可拜登、认可特朗普，那你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所谓的这种截止日期了。如果你超过了，这个就可能会遇到这种，比如说宪法上啊各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都不希望在12月8号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无法可以确定这个总统是谁，或者是哪些州还一直吊在那儿，没有办法这个去确认了。那宾夕法尼亚州已经是要确认这个拜登的这个胜选了，所以这个当中的话，特朗普还可以坚持多久，才能把他这个面子给拉下来，然后能够开始正式的和拜登的团队来进行这个交接啊？那这个就看看他了，看他的心情了。那拜登呢，在同时的话，他已经点出了他几个幕僚，也就是他的 cabinet，他的这个幕僚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人物了，还有一些还没有出来，但是呢，他已经任命了一些人物出来。首先呢，这个 Anthony Blinken，他要作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卿了。那 Blinken 这个人呢，他是在这个 Clinton 和 Obama，还有在 Obama。当时候拜登是副总统的时候，在拜登手下一直在工作的，那所以呢，他有很多对
国际事务，还有在国际关系，特别对欧洲，他有很多的这个老关系。所以呢 ，Blinken 这个人，是一个可以说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任命，那可以很快的可以帮助到拜登，而且这个人他不会是像Hillary Clinton 对奥巴马这样的一种关系，他们两个本身是一个竞争对手，但是奥巴马把 Clinton 请来了做国务卿，那这样子的话，很多他们之间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 Blinken 这个人是应该是会百分之百代表了拜登接下来四年的这个所有对国际事务上还有各种方面的一些声音，那这个就是最拜登的声音来体现出来，就是由 Blinken 这个人了。那接下来就是这个Homeland Security 国安局了 ，Alejandro Mayorkas 这个人呢是一个古巴的后裔，他是跟着他父母移民来美国了，所以他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移民来到这边，我能够感受到所有的这些我成长当中所有的这些问题，那他在这个当中他会对这个部分来，他会在这个职位上来任职呢。那这个任命他是一个少数族裔，然后他是个这个古巴裔，这样子的话，那会不会让很多人担心，比如说我们加州会不会加州因为这样的一个任命，让这些比较所谓很民主很左的这些州是不是更加的开放，更加的这个没有边际，或者就是我们墨西哥人越来越多的又跑进来，因为他新的这种古巴裔的这种国安局的这种局长，他会不会带来这些变化，这个可能有些人会担心。然后呢，作为这个国家这个情报局啊，这个叫 Avril Haines 这个人呢，他是第一位女性作为这个国家情报局的一个局长的一个任命，那这个也是一个开了个先河。那作为这个联合国美国在联合国的一个大使啊，那叫 Linda Thomas Greenfield， 她是一位黑人女性，那她也是有这个种族这个背景的，她是黑人女性啊。那作为这个国家这个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助理吧，或者是助手吧，叫做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那这个人呢才43岁。那他是在希拉里·克林顿的期间，他就在他国务卿当中，他就在帮他做很多的事情。那所以的话，还有下一位就是 John Kerry， 他是曾经的一个参选过总统的候选人，另外他也是多年的这个参议员，然后呢，他又跟拜登是这种在参议院里面是老关系了。而且他对欧洲对各个国家的这种政务啊事务是非常了解的，他就被任命为了这个就是美国作为这个环境保护这个方面的总统的一个特使。那从这点来说，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事情。首先 John Kerry 他本身参与了美国当时加入这个巴黎这个气候协定当中的谈判，他是其中的一员，所以呢这势必应该美国会在很快的时间内在拜登的领导下会重新回到这个巴黎协定这个当中。那不管怎么样，而且他在这个角色他一定会大力推行这种就绿色能源或者是像这种环境保护这些事情，我觉得从这点来说起码是可以看到的一个信息。那拜登的这个团队里面还有好多重要的角色还没有出来，那关于这个国防部长，那很多人都在讲拜登有可能会任命一个女性一个女性，也就是第一位的女性的这个国防部长出来，也有可能任命一位黑人进入到这个国防部长的这个职位。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让拜登这个团队更加的这种多元化。那还有就是我们非常关心在美国全世界都关心的美国的这个财政部，也就是 Treasurer， 他是谁？那现在应该是他会任命叫做 Janet Yellen 这个人也是一位女性，那她也是有了多年的这种在美国的这个这种联储局作为这个有议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呢，而且他的这个任命不会受到很多从共和党人提出的这个异议，应该会大家都同意他这个任命。所以呢，不管怎么样，他这些任命出来了，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你觉得对他们有什么兴趣，对某个人有什么兴趣，你也可以进行一些搜寻。那这个只是简单的一些信息，那很多的更多的这些他的一些新的任命将会陆续出来，那接下来就会更多的看到2021年甚至后面四年
美国的一个走法吧。他其实任命这个当中已经是非常多元化了，有黑人，有这种少数族裔，有移民来的家庭，然后又有女性，所以呢非常多元化。也许他也有可能就任命个亚裔或者怎么样。那不管怎么样，拜登接下来的下一步应该是以这种经济、疫情还有稳定这个当中就是包括了全球的稳定，他一定会创造更多的就是说和全球一种合作还有共赢的这种状态，而不是这种单边的这种比较的这这种独立的比较强势的这种状态，那可能会减弱一些。所以呢，这个就今天对美国新闻的一些更新啊，那希望大家喜欢啊。那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如果有新的新闻，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些简报，那就非常感谢大家观看这个视频了，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